现在的三 C 配件造型越来越特殊，而且创意十足，像是有人物造型的随身碟，还有领夹式的蓝牙耳机。那么配件达人表示，因为上班族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很长，才会想出这些有趣又好玩的商品。可爱的喇叭是一只猫咪的造型，还有狗狗造型的，连这个马克杯其实也都是喇叭，插上 iPad 就可以放出音乐。比如说，就可以这样直接拿去那个厨房啊，或者是洗手台。可不真的以为这是杯子拿起来就喝，其实这是喇叭，而杯子里面装的都是电线。由于它的底座还有桌面有设计距离，所以不怕碰到水，所以洗菜还有洗澡都可以听。还有彩色的气球插上了 iPad 挂在身上，走到哪儿大家都可以听到。就比如说我这样子也可以，然后它放在比如骑脚踏车的时候可以这样，然后就边骑脚踏车边听，就不用说挂个耳机。对，还有超可爱有趣的造型随身碟，不管是 1G 2G 4G 8G 医生护士运动家还有动物造型的应有尽有。那现在就是一般的比如说上班族啊，他都会很喜欢这一款，因为它别于一般就是它有它的造型。那我们就是可能有医生的啊，有警察的啊，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医生护士的图案，非常有趣可爱。像这个领带夹的耳机，随便夹哪里都可以立刻听。业者表示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不起眼的小东西，只要有设计过的、有创意的，很受消费者的喜欢，每一年的商机上看千万。